我今天讲几个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我讲几个合理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他妈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退一万步讲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大家都盘错重点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把重点放在 CJ， 然后那个有没有什么侮辱我们台湾女生？你知道吗？那根本就不是重点啊，那根本就不是重点啊。重点是他到台湾乱丢垃圾，然后那个什么这样子胡搞瞎搞的，他有没有挑起族群对立？我问你，他这样他在台湾然后乱丢垃圾啊，然后讲台湾人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的习俗啊，他这种行为有没有制造仇恨、挑起族群对立，该不该 ban？ 对不对？你们不要，我们先不谈种族歧视跟那些其他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我操你妈！他今天来台湾，然后乱丢垃圾，然后说啊，台湾人就是这样乱丢垃圾啊，竹签插地上，操你妈！哪一个国家习俗他妈垃圾竹签插地上？操你妈！中国是不是？妈的你是中国，那我还稍微点点头，说不定真的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你这个样子讲，他来我们台湾，然后这个样子搞，然后做让台湾人不喜欢的事，他是不是挑起族群对立啊？我问你，他挑起族群对立，制造仇恨，他该不该 ban？ 他早就该 ban 啊，他根本就不需要弄什么种族歧视被 ban 的，不需要、啊，他只需要重视这个问题就好了。我真的觉得你们在那边吵什么台女呀、啊，什么哈洋长的，什么那个什么东西，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他来台湾做的那些之前的行为，早就足够让他被 ban 台了吗？那我你们要不要看看我？我只是他妈的去别的台，我就说我想跟你做做朋友 ，You are so beautiful， 对不对？那我观众就跑过去刷 SN168 want to sit with you 什么东西的，我就他妈仇恨言论，我就要被 ban。去其他台啊，打个兽人 post 一下，我要被 ban， 操你妈！啊，那个人都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还不够制造仇恨哦。我今天我他妈我就去中国，我就去中国地上拉屎，然后我直播给大家看说，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习俗，操你妈！我就在马路上拉屎，我就说这是中国的习俗，每个都这样拉屎的，操你妈！有没有制造仇恨？有没有制造仇恨？你妈逼、哦！你跟我说这样没关系，妈损不低能儿是不是啊？他这种行为，你跟我说没有制造仇恨，不把他编掉，操你妈的嘞！我就跟你说，我们现在退一万步讲啊，我们先不要讲什么种族歧视什么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全部抛到脑后啊。他是不是制造对立啊？他是不是制造对立？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。干你妈的！哇，啊怎么奇怪？啊他妈美国突击、欸，中文特别好，奇怪、啊。哎、欸，遇到我的观众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哎、欸、哇这一台哇 SNN1668 的观众，哇哇哇哇，我今天啊我中文啊突然就变好了，哇我这个认真神，哎呦有哦，这个有过线哦，哇这个不行。操你妈！哇，马上编掉！哇哇，怎么是别人就没关系？哇，那个老外你知道就省哇，他那个什么英文就突然变不好了，你知道在省老外的时候英文就突然变不好了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哦。操你妈的嘞！哇，我这个美国突击基本上，我真的是美国突击基本上高层应该全部都是亚洲人哦。谢谢，我觉得很难受。